吧，一会儿就好了哈。哦，等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今天天儿不错呀。嗯。天儿挺好的啊。嗯。等会儿再回来上哪去溜达溜达。上哪溜达？过来加点油，给车加点油。买点什么菜呀？啊？买点啥菜呀？换一换。嗯？换一换。买几头够得了呗。多少钱一斤大蒜啊？我看着。六块啊。我看着这个蒜也不能，哎呀妈！也能拉死人。现在都是这样的蒜，没有别的。没人要啊、哎、没有要白皮蒜，一直没打算说有没有紫皮蒜。你会接下来放了扇贝丁。嗯，扇贝丁好吃吗？真不吃啊，它没有海蛎那么稀，那么稀。嗯，我包包用的。瘦点的给瘦点。瘦点的。瘦点，没有钱瘦的。多少钱一斤？24一斤。24啊？那个本来应该25、24给我上。带皮的瘦点就24。没有肥的吧？肥的拿去。你要多少？要一点就行，包饺子。